BNW190325，改装阿玛排气阀门组，前侧电磁阀的部分目前已经先行的安装完成，此次要来进行安装的是阿玛转速版本 OBD2 的款式，有 OBD2 的连接线，阀门的60mm 整体，遥控器，真空管，线组内做成套的安装。现在大致上烧焊的部分已经完成，现在引擎正在发动当中，阀门为全闭，由遥控器来做执行开启。完全由上侧的真空球利用引擎的负压来做阀门的吸引，阀门关，阀门开，关着的，第二颗是关，好，压下去，好好好，加速。请注意道路速限。哦，这个是原本的声音。嗯哼，好好，右转。右转。嗯。好，现在按第一颗键，好，把阀门打开。接下来，此辆车我们在进入自动模式后，将转速刚刚设定在3000转的部分，目前为怠速，哦，大约800转，阀门为关闭的状态。待会在行进间转速拉到3000转的时候，阀门会自动的做开启。请注意道路速限。